现在我们请建祥在八十八副这个方剂当中选择五副方剂，有请。Doctor Wei， 啊，我是不是尽量选那个涉及的药位数比较多的？当然是越多越难，但是我觉得你就随便就行了。十六位的我肯定会选上的，你就拼命说吧，他们都听着呢。啊。你看我选的都是那个药方比较复杂的，数比较大的。哎呀，这个多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个几乎把这个别念了，几乎把这药方填满了。那我再选一个，那个药名就特别长的。这个方子不是太多，有八味药组成，但是这个药名很长。我数数这个药名啊，别说。这药名十个字，一直在泄题。我觉得他一直在捣乱。下来我不打你。我一定要再找一个男的 ，Doctor Wei。如果这药方里有数字，会对他们的记忆和数字组合有干扰吗？没有任何干扰，您什么什么三七啦，什么这类的。王老师，我们都等了一个半小时了，我们就不能玩五分钟吗？就这个，好，谢谢建祥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郑宇在这个建祥随机挑出来的五副方剂当中呢，挑选一副我们作为挑战的第一题，有请。哦，我还可以再玩半个小时是吧？好嘞，嗨，你早说呀，原来我就是个铺垫。我说的那味药。在我选的方子里没有，我是乱放烟雾弹。太好了。